舒服，我的天哪，六十抽屉这是。啊。我给个特写啊。啊。多大功夫啊！哎呀。好。走走走，拿机子。行好，哎，造机子，啊，好几张，好了就得造几张，行，这边再看看这个，这一会儿提起来的，走，玩这个，待会儿，大家看这个，上头，对我等会儿那，举着，看看，棍儿放下来不就得了？哎呦，我意思，你一会儿再放，咱就顺着把它先插进去，能看到看到，看不到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可以，镜头很好。不行，等镜头好，你得罩子上。嗯。啊，这不呛着他。嗯。好，小家人来了。好，行，你撂下吧，撂，咱把它弄完之后，咱搁地下，咱再玩会儿，行吗？嗯、好嘞。好，固定纹吧。老张，这开始那几点开始数号了？我就36，36在那边了。差吧，三十往上的都在一个地下。走，哎呦，来吧，30往上的都在一个那儿吗？嗯，对。对，37，29，这个应该师傅亲自来。18，师傅已经举行过开场仪式了。小明，熟啊，35，哎呦，老张，给点近镜头，那个点。哎呦，金灿灿的。哎呦，啊，来个特写啊！32，别动，灯光别晃。哇塞，嘿嘿嘿，漂亮。10，好，可以了。7、8，就您那个这个是10。47，26在那边，42，43，45，39，39的。30往后就是那个，30往前是这个。23那头，19。坏了，怎么俩一啊？给我看看，哪个一是的？来，我看看。那明后找这俩，咱先把那上去吧。那不是，那肯定不是，是那个。这是多少？啊，这个。再说九个字，那就这个。11、21、31、40检查一下。我照点啊。我先来个30。好，来吧。对，你30我照点。好。来。哇。30。来，往
我来量的。啊，老三，我手再量量一个。好，来，你也照。我不照，我照，我玩吧。哎呦，我臭，这这俩。好。你是在帮我打光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好，别动啊，好，别动，这个角度太棒了，好好，别动别动，好脏，哎呦，我的个神仙呢、啊、哎呦，这哎呦，糖果一样的，真的是秀色可餐呢、哎、太有量，哇，行，咱把它抬下来看看上头，抬下来吧，什么抬下来，再来再看看罩子十圈，都是一样的料。哎呦，这照相了呢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惊现一人头。我这是把它削掉。好，这抬下来。来来，上上上，六十六斤一个，我的天，我，啊，啊，我让他照一下，对，给他转一下，哎呀，哟，开门，啊，好，别动，灯光别动啊，这个角度很棒。这个等回来之后打完了蜡回来再包一回啊，那就绝对无敌呀、啊、等出包浆会不会更漂亮，是吧？那肯定啊，这个刚打完了，你看这边，走走走，好，转慢一点啊，好，这么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全体上阵，这几个人现在老张，这料就是漂亮，是吧？无敌呀、啊！多少钱一吨的料？好几十万呢！漂亮，是吧？嗯。好。好，差不多行了。完了，这一顿啊，回来我再砸我那个 logo， 真的我留着了。这一顿给那 logo 该换一下。拍视频呢啊，不能说咱们的设备陈旧啊。啊，把那个北京那个咱们给你写那个字儿，那个刻成 logo。走，咱那好，台上刻成 logo， 咱就烫烫一个。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台上行吗？抬上去吧，抬上去吧，抬上来吧。行啊。开了，老张，那个灯老大声。好，慢点慢点慢点，灯关了吧，老张，别关了，别关了，我坐上来，关了也挺好看，抽屉别出来，看他前面抽屉别出来啊，古香古色的，走，哎呦，好，漂亮，这一装铜活味道立马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哎呦，嘿，嗯，啊，这个花嘛呢，俺都没搁正，它主要是还没拧利索，这顺好了就行了。行，我还没入镜呢，还得入一下镜。Hello， 我给你拍一下。这个上的功劳好些，就是这丫头做的。对，这个抽屉呀、啊，腿是虎哥做的。嗯。啊，差不多行。好好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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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我。好，就这样了啊。吃饭去了。师傅请客喽！师傅请客，好。